在外人眼中， Yollanda 是学业优秀、事业顺利、创业成功的别人家的孩子，毕业于滑铁卢大学和多伦多大学，后进入通用从事咨询工作，之后创办了 Panda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s， 并且连续三年获得 RBC 年度女性企业家提名，也获得女世界2018年 WeWorkingWomen 最受读者欢迎奖。但是同时，她也是一位和 Bipolar Disorder 双向情感障碍共存23年的女性。从最开始的抵触、偷偷治疗、不愿对人提及，到后来向小范围公开，再到站出来帮助更多人，并把整个经历和心理历程讲给公众，这都需要莫大的勇气。2021年，他创立了 NPO 组织 We Are Girl.Strong Inc. 我们相信 All young women should embrace who they are, define their own future, and live a life they love.